你好，老板你好，今天晚上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思拓，我今年24岁，我身高1米63公分，我体重50公斤，我家在和金城，我高中毕业，我结婚，我家有4个人，包括老公、两个女孩和我，我还没去台湾。我先去台湾工作赚钱，帮助家庭。我介绍好了，谢谢。